好啦，欢迎大家继续收睇东少直播，信长之望十四啊。啊，今日咧又热咗，又热咗，天气反常啊！依家天气啊，大家要小心身体啊！大家，我 cam 声，今日。见到热咧，着少件衫，依家有啲淡。Hello 啊，欢迎啊，欢迎啊，Gordon 啦、啊，欢迎啊，Open，欢迎啊，Catalina，欢迎啊，Skyfall，欢迎啊，Manfred 啦、啊，欢迎咁多位。我讲咧，今日咧，今日开始咧。我会喺直播开咪直播以外嘅时间咧，都会开呢个信长嘅，因为咧信长收视咧好差，咁就想加速啊，咁我就会自己就会开台玩，咁就唔开咪咁样玩咯。咁嗰啲片段咧就唔会摆上 YouTube 噶啦，唔开咪有边个睇啊？系咪先啊？咁啊唔摆上 YouTube 嗰啲，我净系开咪嗰啲先摆上 YouTube 啊。所以咧，你譬如如果你听日或者后日见到喺 YouTube 见到，喂做乜鬼嘢咧？突然间多几个成咁样咧，咁咧你就当我自己打，即系自己打就打完咁样样啦。即系你有兴趣你可以嚟睇我直播啊，下昼播咯，即系通常啊，通常下昼播，夜晚8点先开咪咁样咯，咁啊。嗱嗱声打完呢只 game 去算数咁啦，好唔好啊？我见大家都好似呢啲 game 冇乜兴趣，咁就快啲完咗佢咯，系咪啊？咁啊，就要讲翻啦。琴日玩到边波，其实都冇乜进度啊。琴日都系倾偈多咁啊，都系咧派咗几只过去围佢咁解咯。依家三依家派紧啲精兵过去咧，打紧呢一边咯，都系同寻日嗰个玩法一样噶啦，都系去救住魔炮嗰边嘅战线先啦，依家唔够粮食咧，唔够粮食，起码我谂多两三倍粮食咧，先好考虑进攻。如果唔系，都系冇用，都系好快零粮食嘅。之前试过啦，围一围个人楼加，即刻零粮食啊！我即刻兵都出唔到，所以冇意思啊！要慢慢即系储翻啲粮食先再进攻。你咁大个黑猫嘅势力咧，你粮食唔够，你又更加死啦，系咪啊？打打下冇粮食企咗喺度，真系欢迎啊！会有 KT 啊？咩啊？呢、这个咩、啊？应优系出余文似幻嘅条件之一、啊，呢、这个、啊。而双亭系个大城，首都就等于南部冇事、啊。双亭系个大城，双亭喺边啊？我呢度，双亭个大城，首都冇事、啊。即应优依喺窝炮度，咁啊，你咧嗱？如果我唔守呢度呢，黑猫肯定攻过应优，你信唔信啊？咁我唔守呢度，黑猫应过应优呢，咁啊搞掂食碗面啊俾佢，咁我啊收皮啦，正式所以一定呢度要守住，我要守住先，守嘅粮食应该唔需要用太多啊，比起呢个进攻系咪啊？起谭喵哥唔系阿 Gordon 啦，我身子唔好，OKT 追过到嚟睇信咗第二季 Hello 啊好有兴趣咁讲紧 Skyfall 摸炮打地。令魔炮咩啊？令我同黑猫互打，先可以偷到时间。帮魔炮打地，我会啊，要守 我要守喺呢度先。呢度完全佢冇兵过嚟啦，啲人走晒。佢呢、这个我唔守就死噶啦。跟住府上呢度好多啊，我起码要打巢咗府上呢度呢班友先啊。佢哋应该咧守住呢个府上咧，好快会再过嚟攻我噶啦。呢度都唔少啊，呢度都起码都20000人左右啦，呢度有20000人左右啦。咁佢呢度上面攻紧，但系我估到5波噶啦，都系咧会打到退晒，跟住咧又当冇事咁样啦。所以都系我都系中路都要守啊。下路我过唔到去啦，交俾电脑两个自己打啦，打唔到冇办法。光阳我冧冧噶啦，冧硬。光阳呢度呢个人妻拿有16000咧，隔篱都有13000，加埋都30000啦。你边个过去都死啦，你冇大部队过去都系冇用。呢、这个梁公家嗰个有生力量已经咧磨晒啦，冇晒啦已经。咁魔炮唔过去咧，就冇人帮佢噶啦。咁所以就魔炮佢自己都有自己个盘打算咧，所以我谂呢4个城咧都系会俾黑猫攞咗。咁
盡手啦嚇。如果黑貓，我諗我估我可能都要打翻呢幾個城翻嚟幫佢睇下點樣樣。總之都係守住先啦，穩守進攻啦嚇。Justin Lam Hello，街科點睇？食蟲宿防咩啊？食蟲宿。松鼠食唔到啊！依家佢都未肯俾我食，佢会话俾我听点食噶嘛？佢话我梗系想食啦，即刻食啦，唔食得啊！我个势力唔够大啊！呢啲我一早想食噶啦，我几个月前已经即系我11月嘅时候我已经想食嘅呢啲，唔食得啊，全部唔食得啊，都冇用。兵力補翻唔係問題，後邊可以叫軍團打完再打完解散。你意思呢、這個你想我打呢個麻雀啊？我覺得呢，如果電腦出兵打麻雀應該就5波啫，應該攻唔入喎。佢電腦咧呢、這個麻雀呢有個問題啊，麻雀呢，佢本身有多勁人啦、啊，咁我後邊啲全部垃圾嚟嘅，第一樣嘢啦，第二樣嘢呢就係、是、軍糧嘅問題啦。我將軍團呢，我委任咗佢電腦做軍團之後呢，咁我嘅軍糧呢，起碼冇咗一大橛，起碼冇咗一半日以上。你委任晒做電腦做軍團啊，咁跟住啲軍糧就克扣咗喺電腦度，咁我就冇兵冇糧食上前線攻啦，咁樣樣又係冇用嘅，咁樣咯。咁样咯，同埋我真系唔好信电脑嗰个进攻嘅能力，因为我立晒啲劲人呢，佢全部都系垃圾嚟，后边嗰啲。依家如果电脑打电脑呢，就会系我嗰度都系食紧 penalty 噶嘛，我抖 M 难度，你要唔好忘记。所以点解我一定要场场亲自打呢？就系咁解啊！你就咁账面睇呢，好似1对1咁啊，其实呢系3对1噶，即系电脑三我一啊，即系嗰个战力啊，系啊，因为。有嗰個抖 M 難度嗰個 penalty 啊，好犀利噶！你琴晚冇睇咩？我呢度一隻兵，跟住我 saber 走過去打佢一隻兵，一打一落我 saber，1日5武力，94戰績夠高未？人哋對面都係80幾、90幾啫嘛，我死1100，佢又死500，咁你話呢？有冇可能1对1打？冇可能啦，係咪啊？呢、這個我諗呢，即係。我谂呢，可能大家都忽略咗呢一个问题咯，即系抖 M 难度呢一个问题啊，即系其实讲到口水干啦，抖 M 难度嗰样嘢，你先啊，游戏难易度设定，抖呢、这个系呢个抖 M 难度嚟，受伤量啊，系咯，受伤量咯、啊，他势力少，自势力多呢，嗰度已经2、3倍差距啦。所以系一定要自己带晒所有精兵去攻一个势力呢，先至攻得落去噶。所以依家唔能够分开两边战士，冇可能。所以一系就打麻雀，一系就打黑猫。你打麻雀就冇得打黑猫啊！咁其实冇得拣，我觉得暂时都系咁样打住先。廿二爱海路杀入黑猫嘅九州烧去，哎嗱呢、这个仲衰，我同你讲廿二爱点解呢？因为呢只 game 呢，你觉唔嗱？我俾你睇下呢，佢呢度嗰啲城，嗰啲兵呢，其实全部呢都系前面呢一橛出嚟嘅。知点解啊？因为咧呢只 game 呢个电脑 AI 行为模式呢，就系、是、太后嘅州呢，佢就唔识出兵呢，就帮前面嗰啲城嘅，前面嗰啲城就要自己出兵自己搞掂嘅。咁如果呢，学你话斋呢，我呢就出兵呢，行去后边偷去。偷去九州呢，咁啊死啦！你一行过去四国呢，九州呢，哇，成村人呢涌晒过嚟九州嗰度呢，杀到你片甲不留。依家佢九州嗰度冇兵过嚟噶啦，我想同你讲。但如果你一旦你入咗去九州呢，佢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全部过嚟九州度冚火啊！到时呢，真系呢，你本来10万打20万，就10万变打40万，所以冇用啊！我同你讲，呢、这个 game 嘅设定系咁样嘅，我都谂过噶啦，呀呀。呢一种玩法呢，你上网玩 online game 就有得打，就可以用打人哋后边后方一定冇兵噶嘛，后方佢一定控唔切噶嘛。但系同电脑打唔同，电脑呢系全方位防守嘅，佢同埋抖 M 难度加埋呢系绝对超级抖 M 嘅呢、这个难度系，就咁咯。咩东云啊，咩守埋东云啊，东云研究所，阵间转头睇下点先啦，都唔知佢攻去边度，可能打，阵间魔派又涌啲兵过嚟呢。我依家其实呢，就咁睇呢，
黑猫嘅后援呢就多过魔炮好多嘅，你睇下魔炮后援都系得嗰10只，数埋手指，数埋手指尽啦。咁啊，魔炮嗰啲 bling bling，你睇下呢度几大范围，所以我一定要帮魔炮打黑猫噶啦。摆出围城呀，哉冇啊！我又要俾睇下斗 M 难度，呢 个又系斗 M 难度嘅问题嚟。守城时士气减少量，他势力小，自势力多。即系我俾人围嘅时候，砰砰声就远啦，嗰、那个围城。我围人城嘅时候呢，人哋呢个城呢好似冇喐过咁样，好似挤牙膏咁样慢慢减啊啲士气。亦都系斗 M 难度嘅设定嚟嘅呢个，所以你哋有兴趣了解呢样嘢，我都可以讲下。平时冇兴趣了解呢，咁我当你哋知，我又唔讲咯，系咪啊？呢啲嘢。即系冇得咁样讲太多嘅，即系你捉棋冇可能捉棋个人呢讲成场讲2个钟头冇可能啊，系咪先？所以即系都系要靠你哋呢，你哋要了解下只 game 呢，即系有兴趣去了解下只 game 呢，倾下多啲呢啲呢都好嘅，即系好过呢，净系喺度贴 J 图啊，净系喺度倾埋晒无谓嘢，系咪先啊？即系我觉得会打讲翻只 game 呢会好啲咯，即系会即系系嘛，起码有啲讨论咁样样，我会觉得个感觉会好啲咯，系咪先？咁样咯，OK 嘅，唔错嘅，咁样都，我哋做啲咩依家？讲完我唔记得咗啦，系咯，讲完我唔记得咗，有样嘢想做，我唔记得咗，点算啊？诶，有样嘢想做，我唔记得咗。真系唔记得咗，系乜嘢呢？谂下先。我唔记得咗，真系唔记得咗。啊，好似系咪呢？系咪？谂下先。又好似唔系喎。好似唔系，系定唔系？我唔记得咗。有嘢唔记得咗，有嘢想做唔记得咗，我谂下个月实记得噶啦，因为我今个月唔记得做嘅嘢呢，即系下个月就会现形啦，即系呢，即系嗰啲，譬如好似啲功课呢，依家唔做呢，跟住翻屋学校就会俾老师闹咁样呢，我下个月我就记得，我就知系乜嘢啦，呢、这个行过去，所以我下个月我就知味道啦，算啦，唔好理啦嗰、那个。打呢啲嘅 game 嗰个设定就系咁咯。其实根本呢只 game 就考你嗰个行政嗰个能力啊！我想讲，即系排 priority 啊，sorting 啊，嗰样嘢系啊，你要玩专业，即系你要玩得够最难嘅难度就系咁样玩咯。我出嗰只兵系呢度，我呢个唔系我话唔记得咗做嗰样嘢，不过算啦吓，呢个佢都出唔到兵。咁就完咗咯喎！呀，UI 唔关海唔海军事啊，啲 game 冇海军啊，同你讲，你任何人都可以行落水啊，完全冇任何影响，唔关海军事。不过个冇话封锁海军呢只唔系 EU4，唔系 Heart of Iron 啊，呢只系好普通好。好单向、好简单嘅一只光荣嘅战略游戏啊！揭春哈哈鲁啊，Money Well 哈鲁，我唔记得咗做啲咩，我 pass 咯，唯有个 turn，唯有 pass 先啦。我转头实记得噶啦。嗱，我死加埋1000，佢死一。嗱呢度咧，呢度咧，我同你讲啊，三路夹攻咧。见唔见啊？呢度写700，呢度写100，呢度写200啊！佢写1000啊！我三路夹佢呢，我都系同佢一换一咋。所以呢，如果我呢，你话俾电脑呢自己控制呢去打呢、这个麻雀呢，我同你讲啊，我会俾麻雀打翻转头，所以我唔会咁做啊，悭翻啖气好过。你见到啦，一对一嘅嗰度啊，我小完都就嚟冇兵啦，咁打法后边四个 AI。A 咩啊？A 城2800兵去前线咩咩啊？B 城可以出咩啊？哦咩啊？我话你话咩啊？咩边个城啊？你话我依家咧出兵转头出啦，出兵。
佢走啦，呢只走啦，走啊好啊，唔好怪，唔好过嚟啊。呢度嗱，依家咁啊有啲玩啦，因为佢嗰只走咗，咁佢少咗兵啦。啊，有得玩下依家。啊，我真系唔好记得头先系点，系要做啲乜嘢嘢啊，唔记得咗啊，真系阴公。佢死啦，搞掂就。我过唔过去好啊？我就过去无补于事喎、啊。单路行过去系完全系冇着数，系会死嘅、啊。光阳都系照俾人包，冇人敢埋去。冇啦，光阳落城啦，光阳冇得冇得玩啊！呢啲场合，依家打走咗佢几只，可以点做？佢海到落嚟未啊？佢都系特攻虎下啫，攻虎下虎上。我一系 hold 住先几只，少完真系少得滞啲兵，一 hold 住先，观望一下先。呢度北高佢都攻入嚟咯，北高都攻入嚟，北高啊萬七內九应该冇咁快落城嘅。呢度就我估都系磨血嘅啦，都应该攻唔出去嘅啦，应该呢度。银杏就可能会被魔炮攞到，可能啦。不过有援军啦，有万一啦，都系拉锯我估。一咁样情况都真系唔知点好。依家咁样情况，上去帮佢我唔着数啊。等佢过嚟好过。啊，企住攞住粮食先。敌人对三对二千二万兵，都要三对三万兵啊，够唔够打、啊？我夹佢又够打。如果系平原咁打咧，就系、是、我会死晒。即系我同佢一换一嘅话，应该我应该会死晒啊 ！Long time no see F 九一系嘛 ？Hello 啊！啊，之前都唔见你嘅。哦，565魔力喎、啊，魔炮咁得闲得帮我喎、啊。呢个佢系咪想行前啫？我不如让条路俾佢啊！我唔知佢想行去边。让条路俾佢先。啱啱每条路起码二千兵啊，二万兵啊，黐线啊，系嘛？你都知咧，你见到呢、這个咁样行喎、啊，佢原来咁样样。我 hold 住喺呢个位先，暂时都唔知去边好依家，食住军粮先。我后边又出就有几只，又有一只11600，我惊我真系唔够军粮咁出发，我有啲唔想出住。其实我同你讲，呢度有8000几啊，真系、啊。好鬼贵啊！唔够粮食啊！我同你讲，其实我系唔够粮食，想做嘢都做唔到，好快冇晒嗰啲粮食。一府上真系围住晒，依家点咧吓？佢点啊？佢唔出、啊，冇人出嚟啦。光阳咧冧咗啦，光阳啊！依家呢个东云研究所咯、啊，系咪过去帮佢啊？喂，我觉得要帮佢守个光云东云研究所、啊，同时守樱花御苑、啊。佢又唔过嚟，佢唔过嚟，我落去揾下佢先。光阳佢会唔会企喺度咧吓？呢、這个东云研究所就5000内9，人妻拿14000过紧嚟。喂，有冇人帮手啊？过去守下人妻拿，我要揾阿林姐过去顶顶佢先。要几路夹佢啊？光阳佢可能企喺度呢几只，两路夹佢够唔够？哇，呢度又有人、啊，难搞啊！落咗嚟先啦，总之。你两个落咗嚟先，跟住小圆落嚟啊，企住先啦。我应该行呢度嘅，搵只人，咁就可以夹到佢啦嘛。一人妻拿咁鬼恶嘅走埋嚟，东云之后就英优啦，系嘛 ？Skyfall 系啦，难搞啊！睇下点先，四个符先。これはちょっと自信作です。四个符先。有人顶啊，东云，佢依家唔顶就冇得顶啊，佢咁行上嚟喎，佢喺边啊？佢上嚟啊？佢上嚟，我唔够起你喎，缩翻埋佢先。小圆，林姐过嚟，林姐过嚟，兜兜路，林姐过嚟，我唔知佢行去边喎。
佢系审主角嚟，樱花御苑喎，睇嚟。巴格达系嘛？目标零目标喎，唔知佢去边喎，真系。それでここに何があるというのですか？又翻翻嚟光阳咁样样啊！佢见到我后边调兵啊，佢又翻翻嚟嘅咁样样，拉住脚有得玩啊！拉脚啊！依家竟然突然间有得拉脚，呢度俯下俯下，佢攻紧过去，不过我都唔系好乐观啊！佢就做过去把鬼呢度突然间唔过去东云，咁我又企下先咯，斗企咯，咩事啫？我啲兵都未到齐，人妻娜去边？人妻娜企晒喺度，人妻娜斗企喎，喂，斗望喎，咩啊？北高城防几多啊？北高啊？边度啊？北高啊？北高城防17000啊？呢、這个应该冇问题啊，暂时啊。佢如果呢两只调转张头落北高有问题啦，啊，不过就啊，喂哦，呢、這个魔炮都唔够做喎、啊，呢边。Love Life 呢边冇晒咯，佢啲兵走晒咯，落晒银杏啊！原来攻紧银杏，咁啊睇下佢点搞法啦呢度。光阳我啊，佢唔过嚟我又唔过去啊，等啲兵到啦，我过嚟东云研究所先，使唔使啊？好尴尬喎，依家个情况。我叫我林姐过嚟东云研究所先。今朝行边？呢、這个电脑又企咗喺度。哎，做咩？哎，啊！我见到人妻娜咁样数过嚟啊，佢梗系想会唔会咧吓？佢呢度有条秘道，呢度佢行咗呢边唔见咗啊？会唔会啊？咁样样、啊，我一行开佢又唔过嚟咯、啊？点啊？咁我咪要行翻过嚟啊？又我呢度有一只出现咗，突然间做乜 Q？ 咁啊，府上又唔喐啊？点啊？斗望，これはちょっと自信作です。哦，跟住又守埋揽埋个光阳手啦，系咪喺度咁样样？咁样样，咁样样，火炮死晒啦 ，Katana 系嘛？死晒啦 ，Love Five 呢度，佢守住边个攻得入嘅啦？呢、這个魔炮走去攻我，所以我话一定要帮魔炮嘅，咁解佢唔会救兵守啊！佢无端端走去入攻人咧，嗱走晒啦呢度咁鬼快、啊。佢个崩溃嘅速度快一滞哦，虎啊，咁啊到虎上，我啊真系俾佢虎上夹攻啦，到时就佢真系嚟到我虎上啦，我睇下先啊，啊，哇，两边都守唔住，我惊，屌完翻去先，阿林姐，林姐点啊？林姐企喺东云研究所先，我未谂到，佢企住喺嗰度先，我咬紧喎依家。ちょっといいかしら、ちょっといいかしら、心配なのね。我咬紧、哦，真系好少兵咗，双形剑绝、哦，我哋要谂办法围佢先得。即系我一定要守嘅话咧，就一定要等佢围咗城之后，我夹佢咯，要咁样守咯。所以如果我有一条路断咗咧，行唔到过去咧，咁我夹嘅路又少咗咧，咁我就出事啊！啊，所以咧嗱，光阳同虎上佢唔喐咧，咁我都冇得喐噶。其实黑猫太快，帮魔炮夹黑猫嘅方向都冇乜用、哦。咁冇得揀喎，想講你唔過去幫佢呢仲死喎、啊。我依家啲兵呢因為喺晒後面呢過唔到嚟咋嘛。如果我啲兵全部出晒過嚟呢度呢，我開一條戰線都得啦。府上我夾硬撞過都得啦。依家我係因為唔夠軍糧，所以我先至呢嗰啲主力冇過去咋嘛。依家企晒喺後面咋嘛。你出兵我後面啲主力都仲有幾十萬，我諗可以出100000兵嘅。如果我全部開晒全速嘅話。我依家未得啦，依家未有耐，未系时候，依家都，呢个符先，依家开始好玩啦，我觉得只 game 就，所以你如果麻雀又打我，咁我冇得玩，好难搞，到时要打两边战线好难搞啊！我话我下个月我实记得我做啲咩啊，揿下我就知啊，啊！睇先啊，可能同出兵有关，我可能我去等出兵嗰阵时出，先出都得嘅。哦 ，check 先啊，我有冇调错人？呢
个有啲问题喎，呢度有啲问题喎，呢度。大佬埋晒位咯，啲人系咯埋晒位，我唔知边个打边个，算啦。度我要确保我所有出兵嗰啲呢，全部都系攞最精锐嗰啲出去啊！如果唔系冇用噶，又系俾人哋呢。我依家俾人三打一啊嘛，你明噶啦。头先我喺呢度啦，呢度有问题啦，呢度智略咁鬼低嘅条友。有问题啊！呢度都可以唔理嘅，其实 check 先啊。呢度要有个人过嚟啦，呢度冇掉啊，原来。哦，唔知边个喎，真系。我唔知边个打边个喎，依家。乱晒啊！啲人一冇掉，点搞啊？我惊立咗隔篱嗰个用紧嗰个人，都好难搞。期啦，求其一件，你 check 先。呢、這个唔出得，呢、這个唔系会出。呢度 K 嘅呢度，的确三分天下。依家系啊，三分天下紧咯，可以话系。都好多唔确定因素，咦？呢度哦，佢电脑拣错人啫，咁样出就啱啦。啊，三唔三分到啦，依家希望可以三分到啊。呢度，K 啦。几个 OK？诶，先啊，check 先。上个月揿嗰啲未必啱。呢度勉强啊，勉强收货。我睇下啲能力啊，出兵嗰啲能力啊。如果唔得，我要再调人啊。费事我出兵嘅时候先知冇人喎、啊，跟住呢就棘晒喺度，成个战略咁啊死啦，系咪先啊？你冇可能咁样噶嘛。都 OK 啊，都 OK 啊，呢个都可以出喎，10,000喎呢度，OK 嘅，我真系唔记得咗我上个月有啲咩未做嘅，真系好多人准备长期死守喎，依家储紧啦，政策加大直辖范围。唔得啊！嗰、那个政策呢，我开唔到啊！我一一笔一千创造啊！你系讲紧嗰个应该系我去咗边啊？睇先，增加直辖范围，我知系讲边个？睇先。呢、这个系咪呢个啊？呢、这个好似开唔到喎，一会圆圈嘅。我依家1,000创造喎，佢话我开到啊。军团长军略减约40%，咁我唔要军团长咪得？1,900蚊一个月喎，咁破产咯又。个唔开得唔得？呢个10,000能咗，系嘛？系喎，
咁样样，又要谂谂喎呢个。揿埋呢个啊，减好感喎，你全部都可以咩？全部少女好感又减二，哇！俾人掹晒啦啲。力高啊，快速度减30%，我全部开得喎依家。要咩用？冇乜用喎。有感好感，全部其实我可以咧收获嗰度加到尽嘅，嗰度有噶，有噶，不过好贵啊，好贵会破产你应该。你再玩机利，Money World 话，或者机利嗰啲咧，又系会搞到冇人睇嘅，你真系确定要我玩啊？啊，睇下点先啦，睇先，增加10，呢个要唔要揿啊？大结界喎。个1200啫，我冇钱喎，会我都唔系好够钱嘅，嗰度都就真系收入都系得嗰2000-3000嘅，依家创造少女好感减一，庇护少女投降几率增加50%，咁样样，总动员，呢、这个有用喎、啊，呢、这个。我会破产啊！呢、这个总动员喎，黐咗线喎呢个，再加兵，呢、这个就丰收制，哇！我破产啦，肯定啊！keep 住1000，佢依家同我 keep 住1000啦，我都唔知我系咪抢得多成翻嚟，keep 住1000啊！依家喂咩？总动员丰收制喎，呢啲屈机喎，如果我多钱，可唔可以 check 下我自己支出收入啊？我依家呢个势力有。收支平衡啊！依家今月收入收支有冇咁多啊？一个月讲紧，唔系1年，唔系好对喎条路。哎，我试下开完下个月咧，收支唔平衡，你咪知濑嘢咯，系吧？我揿呢两个啊，试下佢边有可能咁多啊？佢收入啊，试下揿呢两个先。宗教狂热，创造和中道少女好感减二喎，哇！唔系，但系呢个有用喎，真系补给所需减免20%，我呢个有屈机喎，呢个最大兵数嚟了，哇！咁啊，好鬼多嘢揿，收入增加，我呢个加完都唔够佢嘅费用，大佬，冇乜用喎，好似。商品变贵30%，百合王道，用少女好感加二，佢点搞事？用少女好感减二，咁样样百合王道啊，好鬼贵呢个又，有增加20，有咁卖啊？冇啦，我谂我破产嘅。知城亲卫队增加50-60。咁样样，呢、这个有啲用喎、啊，呢、这个又努力变34，英灵照，好鬼搞嘢啲名，大佬月入20000几，一月入18452，真定假？有冇咁多啊？我想揿多啲、啊，如果有咁多月入，英灵召唤呢个 hold 住先，我一咁啊劳动力冇晒，冇得做内政。Skyfall 嗰个唔。嗰、那个唔能够作准，佢唔知系除十二定点。我唉觉得我冇咁多钱嘅，同你讲啊，嗱，金钱收入18452，总费用19505050。佢收入唔知咁少，又好似唔系好啱条数。硬系觉得佢嗰计嗰度都唔系好啱，成日都系搞到我都拗晒头嘅，真系。依家付钱啊，系嘛？
唔开乱校友谊，咁就得啦。依家开嚟有冇用啊？唔系，我觉得要 keep 住开，真系唔好开住，得闲先开，得闲即系真系有事嘅时候捞翻上个月嚟开先得。修罗场乜用？哇，开埋修罗场，加埋嗰个咩英灵召唤，咪好鬼屈？你要多钱啊？呢啲要。呢、这个要咁，就系范围增加20，即系增加几多啊？あとは我开咗呢啲あな先，たの好呢き啲にす好，ればいい。呢啲有用啲，我觉得。同天王通作攞啲官位做啊，有啊，攞咗一个官位咯，有啊，攞过啦。我依家系咩？我依家系咩啊？盟战。咩盟战无双啊？我咪唔记得啦，我唔记得咗我依家咩官位啊？唔好理啊，总之我攞过啦。所以之后嗰啲势力同我啲攻嗰啲好感度咧，慢慢加咁咯。啊，呢啲绝交就冇得加噶啦。咁样样。うまくやっ咁た我わ依ね。家咪好多兵。好交叉多兵，我依家咪，如果我一个城咁样，佢嗰条条咪又长咗，会唔会啊？多少少啦，少少啦，多几百咁咯，每个城都几金噶啦。玩玩旧 game，提足决断二 OPEC，哇！你叫我播旧 game 都想我死喎，我惊うま你哋，くやったわね。我已经冇少人睇，仲播旧 game 啊！我再睇下。揾啲我有興趣嗰啲 game 嚟玩先得啦，提督之決斷，我寧願玩翻呢個大戰略好過啊！如果玩提督之決斷，大戰略唔同好多，多嘢好多，佢有好多現代軍武啊嘛，嗰、那個好玩啊，即係多好多現代軍武。提督決斷全部都係嗰啲海軍同埋海軍，唔夠全面我覺得啊。我想开嗰个咩啊？自治啊？咪即刻范围啊？呢、这个一开呢，就付钱啦！一开就付钱，一开就付钱。我睇下我加几多先。あなたの好きにすればいい。要下个月先有效果啊！同你讲，依家睇唔到，即系大家20%即系几多啊？呢个100%啦，20%即系个沿岸可以攞多一层城咁样样啊？会唔会啊？系咪咁样样？うまくやったわね。都系唔好，我宁愿加下军粮。佢有一个话加军粮嘅黐线，有一个加好 Q 多军粮啊！有个睇先，我睇下系边个先，我唔记得咗。有大帝国唔大帝国啦，加军粮嗰个政策喺边度呢？睇先啦。呢个人口加人口啊，都有用噶。石膏和商业开发速度增加10%，出咪得间书唔好啦呢、这个。本城亲卫队增加，哇呢、这个好鬼贵喎呢个，劲冇啊！呢、这个啊，好似系好敢减二，但系全部少女。但佢真系加，收获加50,000。唉，又减二啊！少女好感，我咪要拉个加少女好感之后先可以开减少女好感啊！如果唔系出事啊，俾人掹走晒啲人，同盟都系咁话，照掹你啊！俾人捉咗之后，俾人攞咗啊！嗰个武将阴公，睇先，呢、这个又系减粮食冇用啦、啊，就咁先啊喂，あとは、就咁先啊，あな收たの好收き瓜に军すれ粮ばあ，いい。开咗嗰个系うまくやったわね。丰收制啊，呢个金啊呢、这个，收每月增加3%，跟住但因为开咗呢个呢，导致我金钱收入少咗咯，少咗1,000咯，即系其实呢个3,400咯，但系抵啊大佬，嗰度好金啊，80,000军粮嗰度。
又今日哇开埋一个总动员，所以我就付咁多钱啊！原来，但嗰度都好多兵喎，点搞啊？系咪要平衡一下？唔开呢一个啊，其实咁我咧就可以咧收多钱啊！咁我可唔可以开个乜嘢啊？睇先，啊呢个百合王道，跟住再开埋有个话咩？加军粮嗰个减少量好感加军粮嗰个呢？睇先，唔系呢个，呢个，咁咪有一加一减咪平衡咯？你即刻付钱啊，唔得啦，喂朋友仔，唔得啦，即刻付钱啊，冇用，冇用啊，冇用，没有用。而家开翻总动员算啦，你开呢个先啊，开总动员算啦，都系好鬼贵喎，加600、600咁加啫，啊，全力加粮，啊，Money World 点搵我哋？你报咗名未啊？Money World 你要报咗名先得噶，你唔报名我点到人头啊？你报咗名先啦，报咗名我话你听点搵啦，我。到时我依家开放紧报名啦，即系譬如可能24、25号左右，我话你听，即系譬如求其喺呢个地铁站等，定系喺边度等，咪搞掂咯，好简单啫嘛，系咪先啊？最紧要你俾我，你点到你就报咗名呢？你话俾我听你去呢，咁我预你人数啊，因为我订位呢，我打咗去订位啦，咁我会话我话呢会加人嘅，咁但系呢，即系所以你要报名咯，咁我要点人头我先知有几多个噶嘛，系嘛？到当日我就可以。跟住呢个数边个有嚟，边个冇嚟咁样样咯，系嘛？好唔好啊？啊，你过去报个名先啦。咁点搞啊？呢个冇理由加加唔加，我觉得咁开噶嘛，冇理由阵间阵间就少个兵喎。算啦，要出钱喎，睇嚟真系要出城出钱喎。依家咁搞法，报咗啦系嘛？报咗你睇我个嗰个连个 Facebook 嗰个 post 啦，咁你就到时你知道啊，我会公布咧点样到时咩详情啊，你放心啦，啊唔需要担心呢个我一定会话你听嘅，你放心啊，除非你潜水4、5日咧，咁我帮你唔到啊，真系大约啦25号左右我公布详情啦，咁到时大家到时咩咯出现，咁我系咯吓开你哋开有手机有 Facebook 噶啦，系嘛？再唔系 at 我电话得，到时睇下点啦，好唔好啊？A 城啊，我要。诶，我咪遇咗啲人过嚟嘅咩？遇咗成扎人过嚟喎，冇用喎佢，筑城喎喂，原来系唔睇唔咩啊？唔睇距离喎，原来系咪啊？有冇睇错啊？我应该叫呢啲筑城啊嘛，大佬，我就特登调佢过去，讲你个鬼啊，真系！揿咗先，极好主意，我起咗先。Victor，hello，欢迎你啊，Victor，好耐冇见。Simon 又讲，Simon 哥，嗱，Simon 哥，你想我播呢只呢？你呢要咩啊？你要唔咧？如果我真系播呢只，你要呢？你要应承我每日呢，你企喺你喺呢一个聊天室嗰度呢，要同观众呢讲解下只 game 点玩呢？咁我就呢。有把握玩呢只 game，如果唔系呢，到时呢，我惊呢观众仲少过依家玩呢一个进奖啊！同你讲，真系啊，捉咗呢个城唔可以喺呢度再捉噶啦，咁样样噶，即系一个区咁样计，田园咯，求其啦，又起多个，又播 U 四，唔播啦，倾偈啫嘛，U 四爱嚟。
玩咗成年仲唔够啊？EU 四真系，我成日都讲噶啦，玩咗成年仲唔够啊？仲唔够皮啊？啊！你想播？你想我播 U 四？你翻去睇晒我咁多集 U 四先啦、啊。我唱个真情，肯定你哋之中咧冇人一冇一个人咧系全部 U 四，每一秒都抡晒嘅。你睇晒先再同我讲啦。你班友成日都系睇完第一集，跟住咧中间嗰啲飞飞飞飞飞，跟住最后一集睇完搞掂，当自己睇咗，咁我唔播啦，系咪先啊？系咪啊？即系。你估我唔知你懂嘢啊？真系啊！讲呢啲，搵个位起个城先啊！唔得闲理你啊！你又可以起喎，再起，一半未睇完啦。OKT 话系嘛？Introduction video 嗱唔得啊，三文哥。Introduction video 咧。如果你5分钟系冇可能解释到成只 game 点玩，就同你讲呢啲战略 game 第一样嘢。第二样嘢呢，冇人会个得闲睇呢个介绍嘅，系一定要有人企喺度呢，同观众聊天倾偈咁样去话俾佢听呢点玩啊只 game。我讲呢会讲到口水干噶，你明唔明啊？系一定要咁样做噶，三文哥你信我啦。游戏好。起埋佢，我全部都起晒呢边，都啱嘅。呢度出兵快啊，点计？平路行过去系咪先？啲山路好多都话咩？话起唔到，话冇希望啊！话个城，呢又冇希望呢、这个。留翻下个月先，试下6个劳动力啦。依家得翻个兵营。啊，Mandy 有个外国专玩 U 四，每日玩6个钟，有1000人睇、哦。我系咪外国啊？外国你立晒全世界嗰、那个咩、哦？全世界嗰个观众量、哦，系咪先？每日1000人睇啊！佢同埋咧呢啲咧滚雪球嘅又系咪啊？本来唔系好有趣嘅滚雪，你个本身人多睇嗰个频道咧。睇下就会好多人去睇嘅，即系本来冇乜嘢好睇嘅，但系因为人多啊，即系趁热闹咁样咧，有啊呢啲又系，所以我想讲咩咧？播 U 四咧，唔系话决定性因素令到你人多睇嗰个观众嘅数目。我同你讲，我呢度播 U 四咧，恒常咧就40人睇嘅啫，50人咧。都系我咧倾得多偈咧，啲人上嚟当电台咁听嘅啫，之后冇噶啦。我同你讲，除非我讲英文啦，如果我用英文讲，用英文咧去玩 U 四咧，咁我觉得我日日播得，真系啊，咁我又唔介意。如果系咁嘅话，用英文讲咧，我啊 target 系外国观众啊，咁啊香港观众拜拜啦。你明唔明啊？即系市场主导嘅好多嘢，你明唔明啊？うまくやったわ我都ね。系呢样嘢，我讲咗好多次啦，口水都干嘅啦，又系讲到。哦，讲到我都唔记得咗自己要做啲咩添，起完城，跟住就唔记得咗啦。交涉唔系，怀柔，怀柔系咪啊？怀柔等电脑搞啦，想自己搞，系嗰度好多个，会唔会有啲三角形嗰啲啊？好啊，三角形嗰啲唔关我事啊。呢个系个铲嚟啊，呢个个铲冇乜用啊。一未开战就唔好嘥啲无谓钱啦。录取喎，有浪人喎，呢 两个垃圾嚟喎，俾人放逐咗你，梗系啊！我记得啦，我记得要做啲咩，掉啲垃圾翻去后方，冇用嗰啲人，俾电脑用好过。佢 RC 开咪旁白喎，咁啊即系变咗几把声一齐叠埋一齐咯，咁咪唔得咯？咩啊？Simon 哥，accept phone in the Twitch 喎、咩啊？咁啊要几把声咁样样又唔系好得喎，可能除非有合作玩咁样就可能得介科玩啲我熟嘅 game，我可以做旁白喎，佢话系嘛？哦，我要咁样样啊？我谂下去考虑下，
你除你你要好熟只 game 喎，同埋你每日要上嚟喎。如果唔系我你一唔喺度，我自己一个喺度笃嘅时候咧，我一路咁样讲咧，又系咧，又系变咗闷 game 噶咯，你明唔明啊？啊，所以即系呢啲咧系啊，讲 啊容易，好多嘢做好难嘅，同你讲。我掉啲垃圾去后方啊！我记得啦，记得要做啲咩啊？一后方好似唔多够人用，我见到好似，佢电喺晒度，原来。啲烂垃圾啊！呢只垃圾啦，掉晒后边先。加四餐唔掉啊！唔要啊！87下收吉喎，哎呢啲哇垃圾老朋友，耶，掉晒后边先，嗰啲城都冇人用添，冇少女，唔知电脑掉人啦定系点样样啊？嗱呢个城又冇少女，呢度呢个城冇啊，跟住仲有啊。后边嗰啲应该唔会冇少女嘅，后边有啲位佢自己起城添，佢自己走去，应该够啦。OK，我调埋过去，咪调呢度头先，我唔记得调边度啊，求其啦，佢自己调啦，电脑自己调啦。哇！你直立掉埋过去北上，要唔要啊？留翻啦吓。呢、這个掉啦，呢、這个呢掉啦，呢掉掉掉埋去。北上掉埋去，唔要。啊！妖妹掉埋佢啦！啊，掉晒啦！喂，唔要啦，冇用，放逐啦呢啲，放去西伯利亚，冇嘢。跟住开发禁园，做咩搞啊？出兵啊！出兵啊！边度有兵出啊？嗰度有狗。9000几啦，呢度啊，呢度可以有10000几啊，呢个城可以10000几啊，佢都 OK 嘅呢度，我仲有样嘢记得就系、是，可能做内政嘅人唔够啊，有啲管家根本冇调到过去，不过都 OK 嘅，算啦，由佢啦，唔好咁执着。出唔出多只好啊？呢啲有排草嘅呢啲，都系出多只。有啲可以即出啦，4700都好细嘅只，都4700。冇啲满兵啊，你满兵唔好理佢，唔好出住。呢啲等下先啦。依家过，虽然都可以依家过去嘅。呢、这个3000几，横须贺出咗先，又系得啦。この調子でいきましょう。过嚟先，我而家有1234，就5只、6只，将会有8只。8只其实都唔够一条战线啊，不过顶住先啦，顶住先啦。北上大都可以唔要啊，依家唔系玩吸烟啊，依家玩呢个巨舰大炮啊，唔要啦北上。睇先，就咁啦吓。呢个扶过 turn，睇下佢点行先。电脑我都唔知佢点行个电脑。
记得推 pose 添。睇先，佢有冇啊？冇唔喐喎，两个斗唔喐喎，佢哋全部唔喐，你又唔喐，我又唔喐。万一，哇！呢度两万，上边咧，上边有几多啊？呢度有，哇！呢度四万，三万几啊，三万几嚟紧上面推啦，呢度万四喎，哇！哎，咁啊围晒喺度啊，大佬苦上苦下，喐唔到啊，真系冇得喐喎，兜企嘅啫喎，依家咁样样，边系够你攻啊？我要一行开佢实过嚟，信唔信啊？我觉得我系因为我企咗喺度咧，所以佢先企喺度。我唔企喺度，佢即刻又转头脚过嚟，信唔信啊？啊，阿林姐，你喺阵袋度企下先系。啊，你过嚟，你过嚟呢度企企先。みんなを守るために。我以守为攻，你唔过嚟，我唔过嚟。喂，入晒城喎，你光阳呢个友仔，咁我有得玩下，佢真系入晒城喎，突然间。唔夠軍糧唔通佢定係點啊？咩原因咧？點解會入曬城嘅咧？好神奇喎！得好啦，我過去光陽嗰度睇下可唔可以打攪下佢先。我落去望下先。係嘅，小圓。哇！陣袋可唔可以穿過啊？塞車喎、啊！陣袋好似塞車喎、啊，係塞車喎、啊，塞車要咁樣兜喎、啊，我覺得。唔系啊，直情行唔到过去，塞晒车啦呢度，塞晒啦。我小圆行呢条路啦，行上路过去啦，小圆。林姐就点啊？企可唔可以企喺东云研究所睇下佢点先？够姜你光阳入埋城，哇！佢万四呢度兜我过嚟啊，人妻娜咁样玩法喎。佢呢度东云研究所可能会唔够人，我唔怪得佢入晒城啦。佢系因为佢自有啊，佢有晒把握啊。咁我要咁样，可能要行翻过嚟光源度兜佢喎。睇下先，呢只过嚟啦，咁样样啱啊！三只落晒光源，呢七千喎，会唔会唔够佢快啊？会唔会俾佢截住咗啊条路？呢度咁样样。过紧嚟，街坊俾我打，你转右啦好嘛？佢唔转右啊，佢唔通我系光阳，佢真系过去光阳喎，睇佢死款。呢度府上佢唔过嚟，可能围不高啊！我咁样兜啊，你醒目喎、啊，咁我哋塞鬼住我喎、啊，我一换一我唔抵喎，喂呢度七千喎，你呢度咁多，你呢度又塞住晒，我行唔到过去啊，你知唔知啊？我睇下可唔可以行过去先呢度。后面嗰只到未啊？后面嗰只有牌，真系慢慢等。我唔着数啊！呢度一换一嘅啫，兜冇路兜，兜唔到去后面咁样样，咁样硬闯咯，有乜办法？转个弯，唔好理呢只。この調子で行きましょう。佢见到我啦，见到我掉头走咯，呢只六千二翻光阳咯，啊醒目喎、啊、朋友仔，算你司机，呢只又过紧嚟啦，我估系嘛，掉头走，北高啊应该守得住噶啦，北高佢爆咗过嚟都冇用啦，哇呢度俾人围啦，傻魔炮咁样行军嘅。依人咁啊行军噶，后边万五一隻都打死你四五隻啦。魔炮自己就喺呢度，冇用啊！你俾人围啊！你咁样，府上呢扎都未解啊！呢扎锁，唔系啊，系魔炮系唔够佢打噶。我想讲，都系要我帮手嘅啫。其实，咁我依家埋唔到光阳住，佢咁多人，我而要守东云研究所，俾人揿住嚟砌喎！依家真系。但如果我依家咁样就可以等佢呢度死晒之后咧，我过嚟围东云研究所几只，用呢只围佢。咁我呢只梗系唔过去住啦，帮 hold 住先啦呢度。佢直接咁样行过嚟，咁我要左揿右揿喎，难搞啊！私も行くわ。显然劣势喎，佢话，咁你又去势啊，俾人。府上佢仲唔过嚟喎？呢只佢想点咧吓？
呢只萬三，萬三唔知佢想點。哇，咁咪多過晒你咯，兩下過晒你，我邊夠你多兵啊，朋友仔，好玩啦，真係光陽搭晒喺度，真係企實晒喺度啊佢。点解啊？过唔到去啦呢度，后边咁多过紧嚟，唔好啦，撤退啦，稳稳阵阵撤一承撤知し退。ました。我兜呢边落翻去东云研究所度守嘅应该，冇啦呢度 hold 住冇用，最衰我冇呢条秘道啦，有呢条秘道又好玩好多。不过行入去都系死嘅，俾人夹翻转头，都系唔好乱嚟。我惊林姐死嘅，我只企喺度俾人包嘅呢个位。但我如果要夹佢三路就要咁咯，人妻拿呢度好鬼大只喎，9000喎呢度，DM 喎，hello 啊，呢度唔好理佢，上路唔知做乜，加科上路要自己搞啦，唉，唔理得咁多。我企喺东文研究所有冇加成呢？守住呢个城，我试下先，会唔会仲好啊？咁样变咗我做第一队咯，咁咪死得啦！哦，有人过嚟喎，有人过嚟保位喎，咁我行开啦，你同佢顶啊，大例如佬！出川は心配なのね。我一ち入ょっとい战い就かしら。会，哇！哦，吓鬼死我，我以为总支出50000几一个月，我计下条数先。嗱，开发支出噶嘛，有工作支出噶嘛，所以我入不敷支啊！我都话啦，嗰个政策嗰个收入支出嗰个位呢，其实系唔可以作准噶，系要睇埋呢个先作准嘅。我就系好想睇喺呢个，我就系好想喺呢个战略回合嗰度睇呢个表啊！但系好多时候揿唔翻呢个表出嚟，咁你咪死咯，系咪先啊？所以我觉得一定唔会系咁少。即系嗰度支出咁少，依家入不敷支啊！依家其实要 cut 啦，要 cut 啲政策嘅。其实不过等冇钱先啦，心配な等の冇ね。钱到时就知啦。一变整嘅竟然变咗我做大队，我一定行开，即刻行开啊！我转头行开，有得行开嘅。呢三只就玩下游戏行住先，喺度兜嚟兜去，唔知喺度做乜 Q。各位唱下路，咁就咪咁啦，开发先啦。哇，都揿晒，都同我扯晒嗰啲。补翻兵营，跟住出呢个农业啦。你二月保安兵营先啊，都系你保个商业先啊，因为唔够劳动力嘅喎，突然间保个农业先啊，定系其实农业都唔开得几多，我估系嘛，会唔会啊？都开到少少嘅，有啲用嘅，开个农业先，几成就仲起紧啊！等下佢先，两仪式啊，系啦，呢啲冇调人啊，呢、这个军团冇调人，要重叠咗啊呢条友，要搞军团嗰啲人先。呢度要资料有啊，哦，我知啦，系喎，呢度有啦，呢度其实呢度。有啊，两个走得啊，两个，费事佢出兵乱出啊，佢好中意乱出嘅电脑。有啲人过嚟先，
两个移咗过嚟先，跟住分配一个待正高嘅过嚟呢度啊，应该点会重复咗呢两个？咁啊，唔可以拉一个过嚟啊？拉一个过嚟啦！哇，两个都红色嘅喎呢度，努力中，得闲上嚟拉我喎、啊、，Lucifer，hello 啊喂，啊你 Lucifer 你系咪得闲咧？可以得闲解说一下，即系有啲观众朋友唔知道我做紧乜嘢啊，其实啊，例如讲下即系啊，讲下围城系点样围啊？我记得呢啲其实咧最惨就系有啲观众咧，其实咧佢本来可能有啲兴趣睇我。呢、这个信长，跟住咧，佢唔知咩嘢系围城啊，佢唔知围城系做乜 Q 嘢，跟住佢又唔出声，跟住又走咗。我、哦、其实呢啲真系冇计喎，呢啲啊我咪尽量讲咯，尽量讲，即系譬如打到埋牙嘅时候，即系埋牙嘅时候咧，讲下到底系做紧乜嘢嘢咁样咧，会好啲，即系啊文字有少少似文字旁述咯，即系讲翻个原理啊，即系你又唔使太过深入咁讲嘅。即系话俾人哋听，譬如好简单，咁你譬如人妻拿过到嚟嘅时候，咁佢呢度六千几兵，佢如果假设要冇晒兵啦，六千个兵过带嚟嘅时候，咁我揿翻啲金云教所内九咪五千啊，咁你依家六千兵，咁围呢个五千兵嘅城，因为咧你嗰个兵嘅数目多过佢个内九数咧，咁就已经围得实嘅啦嘛，咁第一样嘢已经确定咗咧，嗰个围城咧系可以成功到先啦。你可以讲呢样嘢啦。第二样嘢咧就系、是、当围城成功到嘅时候咧，咁佢咧咪有条条嘅上边咧个城咪有条条嘅。你可以话俾观众听呢个系士气条。当佢减晒之后咧，个城就系你噶啦，咁样样系嘛？咁即系要讲呢啲，啲当啲观众系完全唔识玩呢只 game， 你话俾佢听，咁样样会好啲，我觉得。因为如果你要我讲呢样嘢咧，我得啊，可以啊。我第一个城可以咁讲，第二个城可以咁讲，第三个城都可以咁讲，第四个城我已经弃住身亡。你讲。就系咁咯，你明我难处，你又知道点解我要揾个人帮手做旁白咯？唔受信长啦，呢啲好简单嘅，你都可以讲，其实其他人都可以讲啊，同你讲，唔系只系我讲，你好简单啫嘛，兵多个人咪可以围到人，围兵多个人哋个内狗嘅咪可以围佢咯。跟住讲下，可以讲下咧几路夹击啊，几路夹击咧，即系譬如呢个十字路嘅呢度咪，咁我如果四条路夹佢一条路咧，夹佢中间啲兵咧，咁我咧就会加四十啊属性，一条路加十。四条路加四十啊，咁样样啊，即系好简单啫嘛。呢一个，其实唔需要你好认识只 game 就知道。只不过我咧操作上咧睇晒全局咁样揿咧，咁你啊真系要熟只 game 啦。但系啲设定上嘅嘢咧，呢啲咧我谂咧一个普普通通，即系睇开我打呢个 game 嘅人咧，都知道我做紧乜嘢嘅。即系你都可以解释到嘅呢啲嘢，系嘛？即系我系想有人咁讲下嘢啫，即系。如果唔系咧，真系噶，嚟一个走一个，观众朋友，我唔想咁咯，系咪先？同埋我冇可能咧，全程咁喺度讲噶，因为我仲要谂嗰个阶段啊，谂点玩啊，谂系做啲乜嘢，所以咧，我好多时候咧嘅。讲下嘢，我唔记得咗自己做啲咩，跟住又唔记得咗做一样嘢咧，跟住咧就 epic fail 咗噶啦，成件事好多时候都系咁啊，同你讲，所以你多啲解说一下咧，减少我啲负担咧，啊，都系一件好事嚟噶，因为我好辛苦啊，同你讲，啊。睇先，我依家冇啦，有冇嘢做啊？五千可以出啦，但系唔出，唔出好啊？原先唔出好咧吓，呢啲都系七千，我又唔想依家出喎，出咗系收唔翻啊嘛。呢度出嘅话就五千，军粮未必够啊。但如果唔够人嘅话，出边唔够人就企晒喺度啊，前线啲人。
Man friend 唔系净系问啊，我觉得咧系卖牙嗰啲位主动讲啊，唔系人哋问，因为有啲人真系唔问咧，觉得佢唔知道系做紧乜嘢就走咗去啊，知唔知啊？系好多系好好多朋友都系咁样噶，我想同你讲，其实啊，因为佢唔出声，你咪以为佢唔存在咯，跟住以为冇人问咯，跟住以为啊，everything is fine，跟住咧就系咁样啦，跟住咧就系咁样出事啊，其实即等于呢个路易十六啊。喺呢一个巴士丁监狱俾人打爆嗰之前呢，佢都仲系嗰度话呢，就系写个日记呢，话自己今日呢，就无事无事终了咁样样啊，喺度打猎啊咁样样，即系咁样样啊，即系你又做咗六亿，我啊做咗六亿十六啦，到时就。呢个系呢个步兵嚟喎，呢个步兵嚟，出啦出。如果呢啲出咗远征，就应该揾啲人嚟保位喎。谂下，镇长唔习惯依家咁非城非地打城，我都说话系嘛？好啊，呢啲。呢啲你可以唔使讲嘅，即系我谂，其实唔系个个人都有兴趣睇你个国家有几大，佢系睇个打仗嘅时候点样打法啫嘛，点样围嚟围去啫嘛，系咪先？嗰啲讲下咯，跟住佢有兴趣嘅时候呢，咪再可以讲多啲俾佢听咯，即系咁样啫，我觉得系。仲出唔出好呢？7000几好少咋，出嚟都冇意思嘅，真系。系咯，留翻去呢度4000几个死咗人啊！梗系，佢依家我啲人未到晒，依家到晒未呢？如果我出，我要全盘出嘅。依家呢度一只两只啊，嗰度会有一只，出埋呢只咯，系咯，咁样先，谂唔到其实，咁样先。完啦呢个 turn，冇乜特别嘢做，其实得翻3万蚊，唔够劳动力，睇下下个月会唔会收入唔够，收入唔够，我要 cut 啲政策啊！哇，我真系行埋即刻死1261啊，黐线！我走啦嗱，我害人不浅啊，我要咁样样，我走翻过嚟先，合战唔合战啊？我讲过唔入合战。佢有冇人追过嚟啊？冇人追过嚟。父老少女嘅处置方式吓，咩料啊？哦，为咗捉咗啲人嘅喎，原来哇，阿梨花喺度啊！发现突然间咁样样，选择全部录用圈圈。哦，我要等等得啦，咁等等啦就。嗱系咪啊？嗱，见唔见啊？喂！嗱，你头先咧，嗱呢个我真系要讲啦，咩叫抖 M 难度咧？我只林姐咧行埋去咧，三只一齐守佢一只咧，我就扣1001，佢就扣1000嘅，跟住我一行开咧，人妻乸扣600，电脑啊扣400，就系咁样样啊！话你听，我行埋去边条战线咧，边条战线就濑嘢噶。嗱，头先嗰段我真系要录咗去 El Cartel，你同我 cut 咗出嚟得唔得啊？解说呢一个抖 M 难度啊，有几难玩啊？啊，卡特尼，你同我写低佢，唔该。依家系呢个 record 系你1个钟零13分钟，唔该，1个钟零13分钟。你同我 cut 咗头先嗰段出嚟。东云研究所一开始林姐打嗰度呢，我扣1100，佢扣1000，跟住咧我一行开咧，人妻娜即刻咧扣600，电脑啊扣400啊，系嗰个电脑嗰个 penalty 啊，电脑个加成我有 penalty 啊，呢个同我 cut 咗个标题写进奖14抖 M 难度有几难玩？咁样写，你托 cut 咗，cut 咗头先嗰段啦。我讲啲废话唔使讲噶啦。你因为越短越好啊，太长啲人唔睇噶，1分钟左右啦。咁你又知啊点玩嘅啦只 game。我一段片解释晒咩叫抖 M 难度，同你讲。我一定要行开啊，林姐。
佢过嚟啦，府上佢三只围我咯，咁我要翻去守咯，冇得玩喎，阵待我待都爆喎，真系穿待喎，我要翻去守喎呢度，呢度又过嚟，哇四只过嚟围我啦，佢依家真系爆待喎呢次。我要揾个方法，有咩方法可以四路围翻佢呢？起码唔四路围佢，都三路围佢啊！呢只又过紧嚟，我俾佢夹嘅啫。我呢只调翻转头，可唔可以吓到佢呢？未必得喎，我觉得。系要守，要守呢度啊！佢系行紧过嚟围我嘅呢三只，你知唔知啊？咁样行过嚟啊！府上佢解锁啦，佢唔 cam 成啦。我睇下点样行先啊！啲人系乱行紧过嚟，但系我小圆行呢度先，真系等佢过嚟，我喺呢度夹。呢度上边点行过去呢？就要呢度行过嚟，咁样转弯，哇！到时都完场啦，真系。呢度又俾佢夹啊！我一定要走噶啦，呢只一定要过翻嚟。唔系，喺呢度咪得咯？喺度咁样夹佢，跟住咁样行上嚟啊，得唔得？有冇得谂呢？东文研究所又要守喎，佢守唔守得住呢度？应该守得住嘅。我一打一换一，佢都冇问题啦。呢度我睇佢咁样最多三路夹嘅啫，呢条路我要走。我四个符睇下佢会唔会行开先。我四个符先，四个符睇下会唔会吓走佢先。呢度两只围佢一只。任せます。嘅小圆可以行翻过嚟后边先。或者行呢度，嗰度冇得兜啦。其实行呢度啦，行拍走佢先。回復回復阿拍到佢啊！さあご覧なさい。私がこの日のために作成した。哇！佢死四百，我死1600喎，黐线啊！你玩埋佢四倍喎，阿拍到佢啊！哇！我死1100啦，四倍啊，三倍几啊呢度？你话咩叫抖 M 难度啊？你自己睇就知啊！我嘅四把嚟啊，大佬，佢死四百，我死1200啊！又有冇可能啊？呢只唔知乜嘢嚟呢只？走啦！呢度唔够啦！呢度要走啦！1:1:4啊，Chucky，你自己睇啦。呢度有条秘道喎，原来。哦，咁我喺呢度一二三咁已经围到啦，跟住呢只走过嚟第四咁样咯，得唔得？系呢条秘道，原来。行翻过嚟先。承知しました。呢把好似断咗只手咁啊，冇用啊，废啊佢。可唔可以咁样行翻上嚟？但系路过又会中枪噶。行过嚟先，唔好理啦。二夹一，我而家咪就睇紧条路点行咧，可以二夹翻一咯。さあご覧なさい。私がこの日のために作成した喂，行精去边霊啊？の羽衣を。喂，你行嚟呢度喎，大佬，你行咗去边啊？喂，我唔知小圆行咗去边啊。すぐ戻ろう。唔听指令喎，发现啲人依家开始。诶，咁样行喎，佢去边噶呢个？佢唔系去应邀系嘛？咁得意嘅，佢行去边啊？喂，真系呢只唔知做乜喎？呢只等等先。佢真系可能过嚟应邀喎。呢个咁撞埋过去啦。依家你两个，我唔理啦呢度。下边俾人夹翻转头啦，爆大包抄啊！
投去边啊？呢只系哦，咁样兜佢上啊！黑猫又食多个芙蓉啦，佢咁样兜，我放唔切过嚟喎，马尾夹实咗依家，咁好难搞喎，二夹一都唔够喎，二夹都好我都好痛喎。你依家咁样好难搞喎，真系，我想讲。你冇方法，其实只能够咁样嘅啫，依家暂时。府上有咁 Q 多人企晒喺度，你都只能够咁样嘅啫，依家我觉得。さすがですね。跟住，系咯，咁样先啦。跟住你行你咁样行。二夹一，二夹一咁样啦，二一，二一咁样啦。我呢只要行翻转头，未到啊，林姐，一打一死硬啊，我俾佢拉住咗添。妖，入到箭啦，入到箭啦，啱啱好。我喺嗰个平地度夹到佢就好，劲平地夹唔到佢又冇用啊。依家咁样先啦，咁样先啦。喂，你兜转弯啊，喂你，系啊，转弯啊，好乱嚟啊。围紧啊！做咩事啦？唉，我唔理佢，好鬼难打。ちょっといいかしら。哇，你话收入不平衡啊，唔够钱啊，每个月付3000蚊啊，依家工作支出政策开发各样嘢，各种各样都好难搞。够钱喎、啊！依家啲政策有冇得可以有啲唔要啊？睇先，总动员可唔可以唔要？冇钱啊，朋友仔。个少女好感又唔得喎，但系呢个真系强力喎、啊、呢、這个，咁总动员得唔得？又少咗兵咯，少咗50000兵咯，全国少50000兵系嘛？FFF 团系，我啲名字又唔记得咗。哦 ，FF 团呢个重要啊！うまくやったわね。呢个都重要啊！粮食补给减免20%，好重要啦、啊、呢、这个。国人啊 ，FFF 系咪啊 ，Manfred？我唔捞四符啊，冇谂住捞四符，边个讲我捞四符？喂，大佬，我系四个符啫，大佬。咁样先啦，一系咁样先啦，咁样先。应该少咗唔少兵，我相信。呢度我唔记得出兵，我即刻已经冇晒。哦，佢其实咁样好多补满晒咯，佢即刻减咗咯，嗰度已经，我想讲。个储军粮系咁上下，节省开支都要出啦。头先我唔记得出，打得激得滞，撞你个鬼啊！真系呢个唔出啦，呢个咁样样，佢多咗好多新人。我发现呢队出啦，呢队重要啊！呢队黐线啊！呢度万三能力超高，我炮啦呢个唔使讲啦。咩？有咁嘅声嘅喂？得啦，出啦，出啦。跟住佢有好多劲人嘅、哦，我记得呢度一个啫、哦，一个都系人啦、啊。追住先啦，追住先。跟住起咗城未啊？喂，起咗咯、哦，灵应城、哦、田园城、吉美城，哈哈，好搞笑啲名。东荣城仲有个啊，有冇郭富城啊？
好搞笑啲名真系。哦，任命城主，你高把声唔系咁噶，TM。F.L. 落嚟关一关系，打仗嗰时我知啊呢、这个，不过呢，你系讲紧俾啲观众听嘅，我谂系。Lucifer 啲兵系咪冇得好似三国咁转去其他城，再其他城出系啊？呢只 game 冇。你知你嗰啲城，你嗰啲兵呢，入咗一个城呢，就会冇咗噶啦，跟住又要等嗰个城慢慢补啊，傻呢只 game 咁样玩嘅，真系好恐怖，好多时候中枪就系咁解啊！你先。因为佢做唔到管家嘅，调咗佢过去噶咯，咩原因啊？做内政，佢原因就系呢个城。知佢，我要揾啲人过嚟做内政啦。你全部管家咯，圆圈咯，呢、这个唔系管家，怎么可能？系、哎，咁样样。咁咪咩啦？叫佢过去啦。叫呢个过去做内政啊！呢、这个又唔系管家喎，竟然啱啦。又唔系管家，冇可能啊！睇先，厨艺啊，都唔系，呢个拎佢上前线好啊。呢个摆喺你度先，跟住仲有一个城冇人嘅，揿错添。呢个城，诶，发展下，可以拆城嘅。我想讲，98呢个，95、98呢个抵玩，掉佢过嚟。97呢个又系劲，诶，个耐性咁高噶佢，搵佢过嚟咪嘥晒。咁我揾佢过去啦，搞掂四个城主做内政，继续筑城。我做几多次啊？8000蚊要我筑城，筑城场地啊！揾个呢度，我谂喺关中应该好种啲啊，系嘛？呢、这个唔系呢个啊，山地点计嗰啲人口都唔会咁高啦，系嘛？啊，睇下先。有发展希望，做咩？起埋佢，唔好嘥啊！又没有希望。咩 Skyfall 啊？咩系咪得嗰啲嘢？咩嘢？食咩嘢？食肉啊？食人喎、啊？有人话呢度有起啊？前线有冇起啊？好似前线冇得起，嗰啲全部冇希望。我记得好似话，你都系冇希望，呢几个位都冇希望。呢条河可能有得起，方神山，我都系中意呢一度多啲。揽埋一碟，揽炒，一个山洪暴发，一嘢搞掂晒，极好的主意。OK，仲起唔起啊？起埋佢啦！好厚咯，呢度再起就厚得滞喎，会唔会厚得滞？咁样样，man flat，厚得滞喎，我觉得小球做唔到，
你买啦喂，8000一个城嘅，以前唔系12000个城嘅咩？咁鬼平嘅喂，真系量产城喎，依家变咗呢度起未到喺度，都近啦呢度，好喎，好希望佢话，呢度起埋佢哋不如，揽起喎，豆腐渣工程喎，依家有啲 feel 到系。好希望，算啦，咁就唔会起住。食好嘢喎，Skyfall 话呢个叫好嘢。我起唔到咯，呢冇希望咯，佢话冇希望唔起咯，由佢啦，由佢先，得翻16000啊，冇钱啊，好快就开发农业先啦，剩一劳动力搞掂晒，舒服晒。佢会唔会自动帮我任命呢、这个咩噶管家？好似会喎。咁啊，佢搞掂佢啦。唉，依家快啦，依家好鬼快啦，依家出个内政开发政策交易搞掂，录取有浪人，又系嗰两个垃圾唔要巡查、哦，新城要巡查，啱嘅。富豪炼金术喎，系咪可以揾到个金山出嚟炼金术？试下佢先。一巡查又冇钱啦，真系系咪先？哇，冇乜特性喎，嗰啲全部富豪呢个要等啊，应该60日。冇用啊，特性二、特性三都冇啊，好似。咩啊？搭错线喎，Skyfall 话系咪啊？咩飞险嗰成做咩？喂，增加收入啊，8000蚊，5年回本啊！如果攞8000蚊嘅话，应该我谂3年至4年回本啊，之后可以就可以当全部都系你嘅收入噶啦。之后你起，同埋咧，你起嗰啲城咧，你又可以出兵噶嘛？出兵嘅话，你咪多个兵员咯。你喺你嗰笪地啊，食徒又嚟，系咁样啫嘛。我系想。冇什么咩咩，我睇唔到佢讲乜 Q 嘢，咩冇什么发现？停止搜查更好，搞错啊！你咩军师嚟呢个？真系，可能真系冇啦。揿咗先，唔好理佢。哇，秦国炒快又冇钱啊！呢100蚊啫嘛，帮佢巡查系嘛？300蚊啊！哎，喂！极速散晒啲钱，财散人安乐，好嘢，搞掂晒，冇交嗌。哇，呢度就俾人搞掂啦，呢 个位真系俾人搞掂啦，未 save 呢个月黐线嘅，啊，搞掂食碗面，5年会唔会顶到咁耐？讲呢啲，啊呢度抵啦，依家夹佢扣2000几啊，我呢度3只精锐呢，佢因为能力低啊嘛呢只。头先嗰啲百几，呢只百几呢，我就同佢一换一噶啦。嗰度会唔会我照打佢照位啊？哦，佢破咗个位啦，破咗个位，我行翻后边先。J 版未到啊！嗱，同你讲，嗱，佢又追位，我又行翻过嚟。吓，你又唔得闲嘅你。嗱，佢又过翻嚟啦，我又趁翻后边吹波，我就系咁样玩死你嘅位，听下，我又趁翻过嚟。历史啦你，历史啊你，后宫王出嚟，我等候先，唔阻你啊。佢，喂点啊？下边点打成点啊？走晒咯，啲人，好嘢。我小圆有冇得兜兜佢？兜兜佢过嚟呢度。冇啊，呢度卖牙，照打埋佢啦，唔好理佢啦。嘣！哇，下边抵玩啊，抵换啊！好，又过翻嚟先嗱，Saber 到啦，Saber 下边嘣一声应该死噶啦佢，冲啦喂，上边到啦喂，上边到啦，哎喂，走啊上去啦，冇啦个城冧啦朋友仔，过嚟，阿林姐行边啊林姐，佢咁样行上嚟，但我都系三路围佢嘅啫，冇得拣啊我依家系嘛，林姐直路啊，直路定呢边上啊？林姐兜兜佢啦，不如兜兜佢。
我阿小圆过嚟呢度啦吓，咁样啦吓，讲你个鬼！哎呀，吹雪到啦，吹雪！哇，依家好似嗰啲咩啊，打嗰啲擂台，打摔角啊，逐只过嚟啊，嗰啲咩啊，大乱斗啊，逐只过嚟啊，逐只入场啊，依家大乱斗，吹雪队到啦，吹雪队！我有呢个咩啊，大和赤城啊，呢度话你听啊，睇先。佢个光阳突然间少好多兵喎、啊，北高呢度解晒咯，啲人财散安乐。嗱呢度我都话啦，一定系五波，一定系咧两边磨到咧冇嘢都，跟住变咗我呢边主战场上晒嚟、啊，佢全部上晒嚟府上、啊，我唔知咩事，塞晒车啦呢度，电脑唔识玩，自己塞自己车，啲人唔敢过去后面又想过嚟咁样咧，啊我睇下佢点玩，我用啲兵都玩死你啊！话你听啊，我吹雪我兜去 Saber 度。三边都有力量啊！同你讲啊，食屎啊你！开火！咁咪腾先啊！未到三条路喎、啊，我好痛啊！俾佢打到，嗱依家开拖啦喎，依家嘣嘣声啦！依家我打到佢，啊我后边嚟紧啦，源源不绝啦、啊！诶、哎，点解小贤会兜我后边嘅？你行过去啦，好嘛？走了喎、啊，嗰只走了喎、啊，走你死啦！你唔好走啊！哇，挡皮啊！诶、哎，得翻你一个，再警冇用嘅拉走啦，佢走啦嗱！我一秒我守一个城，我一定守到同你讲。喂，唔系喎，到晒咯，落晒嚟咯，又朋友仔点搞啊？一个光阳，我哋过去突袭光阳不如？跟住佢嗰啲上面又落翻晒嚟，我见到咩、啊？啊，见到小鸟，点会有小鸟嘅？喂，我想问，哇、啊，我呢冇晒兵啦，咁快打两打冇晒，四百仲有七千，点行啊？喂，我盲尾贴住佢嚟行啊，因为佢呢个走嘅，点解唔知走去边？翻去府上啊，佢竟然可能俾人搞喎、啊，佢咁样啊？落嚟光阳先，咁我吹雪可以兜路噶咯，兜路落光阳直插噶咯，睇得唔得先？有冇咁顺利啊？我估冇咁顺利嘅，成件事唔会咁顺利嘅。呢只落阵待围过北高，试下先，直接过北高，跟住上嚟光阳，吹雪就行呢边，企住先，知点行？系乱啊！行呢边先，都系行呢边。小圆，我想呢度冲过去，不过应该唔得啦。小圆就要兜啦，要兜嚟呢边先，因为佢要咁兜啦。明明行山路应该快啲，会唔会啊？林姐，直冲光阳啦！我估啊，电脑即刻会布阵噶啦，即刻会唔同晒噶啦。又行翻转头啦，信唔信啊？抱住咁样先。ちょっといいかしら、ちょっといいかしら。心配なのね。冇什么特别喎，真系喎，用。OK， 好，睇下先啊。起咗啲城啦，呢个过咗去啦。呢个好似啱系，都搞掂。做内政先。农业优先嚟，不如农业优先，一个劳动力四月，咁多几个月呢个农业咧就啊呢次希望咧收成高啲，大佬冇乜都冇啦，我依家家都冇得剩，有冇出得兵啊？再海过去啊！表妹出得，我记得第一波啲人死晒，第二波啲人咧唔够数，跟住冇人守啊！我觉得会啊，一波波咁去，佢依家啲人死咗要翻屋企噶啦嘛，你翻咗屋企，你突然间真空啊会，我睇下搵阿晓妹出啦，可能要晓妹得啦，晓妹，晓妹系咩啊？咩属性？就你唔够钱 man friend， 我知啊，到时减呢一个政策咯，冇计啊！四年爆机想太多啊！四年点爆机啊？边个话四年爆机都蚀化？
你行咗几耐喎？十几年呢个师傅，啊，我俾你睇下，14年啊，玩咗五入会战啊，玩14年啊，要阴功，都仲系打到一半散沙咋，两门真空喎、啊。卫士有9K 啊，嗰度要可以再储多啲嘅，其实呢、这个步兵，出かけるの？普通の格好でいいんだわ、よヘ、会ね。把声咁样嘅，咁恐怖。卫士有 9K 啊，我知啊，嗰、那个呢、这个谂住第二波啊，我等佢回满先啊，佢回满又出去呢，阵间好快又冇晒兵，又要翻嚟搞 get。我睇下啲，不过睇下点啲满咗兵嗰啲出咗先啊，因为嗰啲唔会再回噶啦嘛。呢啲满咗又出啦，我都交少咗，77，总之你唔好过去啦。不过算啦，呢、这个格斗都系啦，呢、这个哦咁啊，こどれはちょっと自信作です。啊出两队啊，得翻20万军粮，所以都系要储军粮噶啦。打手就一定要啊，打工噶，你打手就企晒喺度啊嘛，打工就唔得啦。阿公，你唔攻过去，你冇军粮啊！咁样冇咯，唔出啦，唔出住。呢个7000喎，呢队呢7300都可以出噶咯。我唔会出得多一制。哇，小燕都出得喎，突然间小燕过去，我觉得应该要。小燕竟然冇乜。乜经验喎、啊，小燕，同埋我会唔会避免喺呢边出兵会好啲？不过呢边啲嗰啲城先够多兵，我想讲4年回本、啊，话我四年会爆机、啊，冇可能啊！同你讲，有排卡，边有咁快4年爆到机？我睇呢个系咪后宫王？应该唔系啊，格斗呢、啊這个都系格斗就唔出军装啊，出兵装。再出7000几，OK，改晒过嚟，金刚仲可以出啊！哇，得翻19万两下，呢啲又可以出，哇，全部满晒咯，出唔出啊？咁 样出会死人噶，会冇军粮噶，我想讲，行过去都冇一橛啦，不过都要出，我觉得满咗人啊，唔好企喺度啊，真系，出埋佢先，出晒佢。几好似骑嚟呢个系咪呢？唔系喎，好特性喎、啊、呢、這个，又咁出啦，我埋佢，沙爷81喎、啊，本身都。咁多个都冇用啦，呢啲咪关赌风事，关系鬼事，一个人出得啦。阿爷咩属性？睇下先。军马铁炮，即系 double 啦，呢个 double，出晒呀！飞地打城嘅坏处，冇计啦，黑猫太恶啦。我唔帮佢呢，真系黑猫打冧晒魔炮啲嗰啲城啊！依家都系5波就我帮咗佢之后，你见噶啦，有眼见噶啦。我唔帮佢真系冇噶，黑猫魔炮，有魔炮一个城都未攞到啊！啊，佢都系呢、这个魔炮都系依家啱好过到嚟帮佢帮到手，守一守住咋。依家魔炮守住呢一个梁公家咋。我睇下梁公家嗰个停战系咪完咗啦？停战四啊！搵人记提一提喎，呢、这个停战四呢，咩啊？佢如果停战零呢，点解阵间梁公家同呢一个魔炮打仗呢，就真系死得人多。到时我真系啊，唔知讲咩好。全盘一定一齐守嘅呢度，即系你当依家二次世界大战呢，啊，德国打英国呢，你美国唔出手，你又守，你又死，你又收皮啊！即系依家黑猫又德国，你呢一个魔炮就欧洲大陆啊，呢、这个呢。呢个咁样嘅梁公家呢，就系、是、法国啊，俾人剁到冇啊，冇晒咪英国啊，sorry，呢个就英国，你唔帮英国手啊，咁你收皮咯，你俾英国又攞埋俾呢一个俾个黑猫，跟住呢，佢又直插呢一个呢，吓、啊，
佢就啊呢、这个希特拉就可以起到呢一个叫咩啊？起到嗰个火箭啊，起到呢、这个火箭研发火箭出嚟就射你美国啦，话你听啊，英优啊，所以我点都要帮佢手噶，同你讲，英国冇咗你边有啊？我又美国啦，同你讲吓、啊，美国隔离咗个南美洲，呢、这个就系咧啊南美洲啦，呢、这个 就系咁啊！依家个情势就系咁，我同你讲，表哥，hello 啊！就系咁样样，睇下先。讲到我都唔记得做啲咩录用，唔要。俾成冇钱，冇啦，冇啦，冇啦。出兵啊，系嘛？仲有啲城可以出兵啊？3000几过唔过去献丑啊？好易死喎，3000几啫。过埋去啦，过埋去啦。格斗，佢呢度我可以叫佢过去支援嘅喎。其实我想讲，回晒未啊？啲兵未回晒，我由佢先。咩飞系3K 抢城喎？唔知，掉过去先。我都唔知有冇用啊！依家摆晒喺后方嗰度，未开拖，即系啲散兵啊，行晒喺个飞机场嗰度，你都唔知佢会行去边个地方嗰度开拖，去到了诺曼底系咪先？系先？我呢度有2300喎，2300我真系唔敢过去喎，金刚出咗先，喂，金刚，2300真系唔敢。好恐怖，2300咁少。金刚咩属性？发明发咩明啊？喂，笨蛋，啱喎，佢系笨蛋嚟喎，冇晒魔跑咁咪，唔出啊？快冇晒啦，出啦，有佢，冇炮，冇炮嘅金刚。仲有一对2000几啊，不过真系唔系好敢出2000几，又远喎，企住喺度算。呢、这个3000几呢个又出得，出埋佢不如。突然间堆晒喺度，即系开个战线都得，咁样玩法。睇先呢度嘅呢个可以咁样，我睇下先啊，咩属性？佢会唔会骑兵系咧？冇冇讲喎，咁啊可能格斗啊，佢都可能系，咁过去先，佢都可能格斗咯。好啦，咁先啊，咁就方针唔使 set 啦，方针之前 set 咗啦，已经呢、这个符先。我惊我行错，阵间落场，应该系苏联啊？K 呢个咩咯？营运系苏联咯，得唔得？睇下先，我话日本好细啊，边有苏联啊？点解唔及得联盟嘅？既然系咁，个黑猫依家唔系话大到某个程度喎，今日收皮喎，转头打翻转头，阵间真系两公家开拖噶啦喎，佢同呢个黑猫。同呢个魔炮，你哋同盟啦，好嘛？真系大佬，我咁你两个同盟，咁我开心啦。嗱，呢个冇嘢 do 啊，呢个反而我觉得神奇，佢两个仲未开火，即系可能呢家咧臣服于我，会唔会就系咁样 hold 住咗喺度，咁都好嘅。大佬，如果唔系我又要过嚟打你啊，边有够兵力打你啊？依家。4个月冇啦，盟我转头会补嘅嗰个盟约，你放心啦，揿住工作噶嘛，钳住佢噶嘛，嗱呢个可以解任先，98冇乜用，转头补嗰个同盟再揿好过，圆圈先。哇，呢度啊，爽皮啊呢度，睇下点打法先呢度。依家两公开始有翻啲有生力量出翻嚟。
诶、欸，咩话？塞住咗喎，你几只塞住咗喎，塞住咗我唔理你啦。我又行过嚟，哇！即刻落晒嚟啦，见唔见到呀？任せて。你即刻落翻嚟啦，又。睇佢点落嚟先，佢行去边边先。哇！直插喎、啊，直插过嚟咁恶，咁样样。佢一堆晒喺度，我想讲，我行唔行开好啊？喂，大佬，点打啊？喂，呢度堆晒喺度啊！佢真系好似呢个黐线，一二三四六七十 Q 几只堆晒喺度，我理解唔到呢、這个。我理解唔到啊，点搞啊？佢堆晒喺度啊！其实我想攞翻一两个城出嚟噶，攞翻一两个城自己攞住啊嘛，起码攞个城先，攞个城之后我小完入城，咁我喺可以喺嗰度咧当系小完嘅城咧咁出兵啊嘛。你依家咁样企晒喺度咧，都唔系办法，冇一个防守嘅目标啊！我依家同埋睇下可唔可以搏翻去几个月之后咧，我过去攞啊梁公家梁公嗰啲咁嘅城啊！我攞啊变咗，咁我啊着数啊嘛，咁样先至系玩紧噶嘛。因为我真系得个帮字咧，冇意思喎、啊。汪洋有人围紧咯，阿小鸟撞过嚟、啊，吹雪一个 K.O. 佢啦，小鸟系嘛，有 Q 用啊，小鸟。你有冇围佢啊？但我根据我经验，好似我行埋去会出事、啊，我都系行开，企一企，我打下小鸟先。人多卡位饿死啊 ，man fat， 我唔知佢会唔会啊？佢系嘅话过瘾咯，真系个个都去府上，我呢度好多人都去。哦，我全部转弯吹波啊！唔好理佢。啊，佢逐只吞翻入去啦，依家可能冇军粮啊，我估有啲人可能系，你信唔信啊？一打小鸟，够唔够打啊？够啦，系嘛？你吹雪嚟噶喎，啊？有冇令我失望喎、啊？真系咁，我好难做喎、啊。你小鸟都唔够打，好霸气，但系好乱。我而家全部啲箭嘴已经咧画到咧一花里花碌唔清唔楚。林姐可唔可以下边兜咧？吓啊，边个到咯、啊？但系我唔系咁兜嘅、啊，可唔可以兜水路过翻去啊？佢呢度有人喎、啊，佢话。定系等佢呢只死咗之后，我喺呢边兜啊？过嚟北刀先。后边仲有冇人啊？好远呢只，小鸟绝对冇问题啊！卡特拉呢只兜嚟呢边好啊！北刀过嚟北刀，过嚟北刀先。小鸟快去喎、啊，冇问题喎、啊，捉咗佢系嘛？捉咗佢自己用系嘛？要兜兜路先呢度，捉紧啊！依家捉小鸟啊，捉只雀仔翻嚟玩下先。嘣一声，我呢个 Saber 再兜兜佢先，喂 Saber 打小鸟。承知しました。汪洋，上面有冇人入嚟啊？冇啦，塞住晒啦！你班傻佬，我都塞住你，唔好话。哇，九千啊喂，到啦喂，有援军喎、啊，朋友仔佢。点搞啊？你估系转右定直行啊？我估系直行。嗰啲好劲喎，呢只一打又系死嘅喎，呢啲位。我咪过嚟光阳先会好啲啊，会引到个小鸟夹个光阳咯。咁我试下吹小吹吹会俾人夹咯。我谂都要啦，走定先会唔会啊？走定先好。咁我会拉住咯，俾佢打住先，游射唔好俾佢拉住。佢又上嚟再打五百得翻，小阿古寒冇得行、啊，行唔到、啊。点解啲冰粮得十四日嘅？佢咪入咗去补冰粮嘅？喂 ，Saber 唔够冰粮、啊，傻咗、啊，黐线啊！行翻转头都唔得，会唔会塞车噶？冇啊冇啊，呢只要走喎、啊，咁搞法。定系拉出嚟，等佢哋入晒啲城度再行啊！但系佢后面又有喎、啊，又嚟喎、啊，无限咁嚟、啊，想讲你无限三文治啊！呢度同佢玩，过嚟光阳先都系，
我话六姐你会死，我行三文治，我觉得呢度会变咗吹雪走唔甩都会，我觉得落去啦，落去光阳先。呢度咁样夹，我要上嚟咯。左路行唔到啊，好多人落水喎，佢哋。我最近都系得光阳嘅啫，其实冇计，都系要嗰度行，都系要行呢条路，单路。我唔切去添啊！吹雪应该死好多啊！呢场七百几，又夹紧啊！哇，无限三文治，三文治冇车轮反转再反转，呢啲叫做大车轮，真系呢把我死未啊？五日仲有 ，OK。得古河一个啫，呢个嚟紧呢边，后边应该仲有人嚟紧嘅，不过好远喎。又嚟到呢个结成有耐啦，已经系小鸟被夹。直行咯，系嘛？三路夹佢 ，man flat， 我都想啊。上面行唔到啦，塞住晒吓，呢度又俾佢塞住，跟住咧只能够呢边过咯。但系呢度有一只万二，我唔知佢行去边度，可能嚟北高。嚟北高就打北高，咁我下边就断晒啦，成条路得阿古河一个顶住成条路啦，变咗咁啊难搞啦。我睇下吹雪会唔会死好多先呢场，五百几啫，都系。哇！依家我咩啦 ？All in 啊！我依家战况胶着，无法判断。嗱，我依家收支平衡有200蚊，我再工作就冇啦。依家开始平衡翻少少。咁样样喎，哇！依家玩到咁样好刺激喎，喂！屌，吹雪想俾人俘虏喎。吹雪咧，佢个你知唔知大将特性系幸运啊，很难被俘虏啊！我惊就惊大祸啊，赤城啲俾人俘虏咋？啊，佢幸运啊，有幸运啊，所以冇问题嘅。吹雪好鬼犀利，知唔知啊？啊，掹咗几耐？仲有三四个月咯，应该。Zebra 呢度行落嚟先，我依家可以呢度夹翻去。我叫阿 Saber 过嚟光阳夹佢仲好啦，会唔会啊？呢度行过应该差唔多，呢度无限三文治噶啦，我谂呢度不断掉人落去啦，呢度佢又系咁过紧嚟，呢度打噶啦，起码我夹紧佢先啦。吹雪其实走唔甩啦，嗰个位我想讲真系。跟住呢度佢落水哦，咁兜落去啫，佢行下路，咁啊唔好理佢。银杏啊守得住喎，佢又系咪啊？都话五波啦，呢只唔系想落去兜下边啊嘛，冇意思喎。睇下大 picture 先，依家哦两个小势力咧，互相喺度隻抽紧，依家咁样玩法。不过呢个系阿边个嘅同盟嚟嘅，系阿黑猫嘅同盟嚟嘅呢个。上路就点啊？都系胶着啦，又系万三过紧嚟，跟住呢条中路又系断晒，冇中过，都系胶着。即系所以证明咧，我过嚟咧先啱啱好战况胶着啫，因为我过嚟咧成扎喺晒度咧，电脑判定我多人咧，同埋电脑打玩家先咧，所以佢过晒嚟府上塞住晒，就系咁样咯。如果佢府上唔塞住，应该会再过嚟樱花御苑嘅。啊！不过就啊咁样先啦。啊，正大开来啲啊 ，K 话你听啦，我跟住几日咧都会咧啊晏昼咧打爆佢啦。我所以呢个战况咧吓好激烈啊，转头系嘛啊，一翻半日就放假喎。喺卡拿度话听日啊留喺家中冇朋友，问题啊听日大家放工放学放工咧翻嚟睇我直播啱啊，你讲。睇先啊，十点咯，十点咯，喂，够钟咯，系嘛？系咪收皮啦？喂，收皮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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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唔可以讲咁多嘢，我相信。偶尔把声都要透透啊，应该 O T 喎，阿 Key 阴公。我旧年啊，旧年扎铁啊，24号平安夜都要 O T 啊，阴公啊，今年冇啦，冇公开啦，已经啊。咁样咯，好唔好啊？啊，就咁先啦。喂，收皮先。我系有，我又唔记得咗，又有嘢要搞，我要
睇先，我谂我最早系10点半开翻台啦吓，10点半咧开翻台好嘛？10点半开翻台，啊64911500又出现数字人啊？点 叫你好啊？有冇名噶你？我唔想下叫你个电话 number 啊！呀呀庆祝活动啊！晏昼直落到夜晚，算唔算庆祝活动啊？呀呀，我想问啊，玩呢、这个打直播下呢、这个 Osu 又好啊，信长又好啊，系哇系，我有样嘢想玩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呢、这个观众一齐打机啊，入指令打机啊，玩唔玩啊？喂，玩唔玩啊？呢、这个玩呢、这个入指令打机啊，我谂到几只 game 噶，有一只就嗰只悠游白书啦，悠游白书咧，你记得点玩噶啦？咁啊，另外仲有一只咧，3个字6嘅单挑模式，你中意嘅都我都可以开翻 4out 俾你自己解任务啊，自己入指令解任务啊，边只 game 就中意玩啊？喂，搵日咧，搵日打个咩啊？即系打观众一齐玩啊！呢、这个点啊？圣诞活动啊！听日24号啊！听日睇下点啊？喂，可能听日开，可能圣诞夜开啊！喂，即系搵啲嘢得闲，搵啲过瘾嘢玩下啊嘛，系嘛？SFE 啊，有咩 game 啊？SFE 吞食天地，鸡 仔拳吞食天地，咩迪苏唔去脱他衣啊嘛？吞食天地25号正日。睇下点啊？喂，好唔好啊？搵啲得闲，搵啲嘢玩下。呢、这个信长会继续玩嘅，你放心啦。总之呢度打到 bling blong 啦，有排胶着啊呢度好快。不过我谂系咯，应该未必打入光阳啦。我想讲，所以呢，大家唔使担心话呢一个呢，进度睇唔到嘅问题系会睇得到嘅。我相信。就咁啦，好嘛？就咁啦，好嘛？好啦，10点半再开台啊！今晚多谢大家收睇啊！大家晚安啊！听晚再见，拜拜。